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79面，479面，第四行，六者。六度，一布施，二持戒，三忍辱，四精进，五禅定，六般若，六度摄万恨。菩萨无量无边的行门，不超过这六大类啊，所以说六度就是万恨。这个万恨呢，是指84000细心啊，大乘教里头，小乘里面讲3000微仪啊，80000细心都不超过这六大类啊，六大类的。同摄一切菩萨心，这六种啊，两种最重要的，第一个是布施，第二个是忍辱。布施让你放下啊，放下什么呢？放下烦恼习气，放下了一切恶作啊，真通通放下了，这人就成佛了啊。所以把布施摆在第一类，第二个重要的忍辱。金刚经里头佛说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无论是世间法是出世间法，小成就小人，大成就大人。如果不能忍，这个人纵然有成就啊，很快就会衰落啊，那不是真的成就。真的成就实德，真实的德就是忍辱。金刚经上讲六波罗蜜，也是特别着重啊这两项，用的文字最多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认真去学习的。布施前面学过了，这个里面的意思非常丰富。从因果上来讲，施报，特别是世间法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而且呢，因果通三世，我们这一生所受到的多半是前世造的，所以佛在经上说：“欲知前世因啊，你要想知道前世你造的是什么因，今生受者是，这一生你受到的就是的。”欲知来世果啊，你要想到来世我的果报啊，今生做这事，我们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就是来生的果报
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人心呢就平了，就真的心平气和了。知道是什么呢？哎呀，一切是自作自受啊，与别人不相干了，啊，不会有怨天尤人的念头。怨天尤人那个罪很重啊。那你不知道自己自作自受，还怪别人啊，这个罪就重了。所以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好修行啊。啊，逆境多顺境少，说明什么事情呢？过去造的善因少，恶因多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如果过去生中造的善多恶少，那这一生干什么都很顺利啊。布施，譬如财布施啊，施舍出去了又后悔啊，常常念着不忘，来生能不能得财富？能得，但是得财富很困难，就是受很多折磨啊，你才能得到。如果你布施得很痛快啊，没有后悔，欢欢喜喜，来生发财啊，不想财就来了，自己就来了。夜因果报啊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发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啊，我们昨天看到一位老太太，健康长寿，中午谈话知道这个老太太一生都做好事。啊，念念呢都为别人着想，没为自己着想，他当然健康长寿嘛。啊，为社会着想，为国家着想，真难得。啊，有这种想法的人多。社会国家就有福了啊，我们看到很欢喜啊，80多岁身体健康，行动很利落啊，过去生中的因呢，这一生中造作的是缘呢，念念没想自己啊，忍辱对于任何一个人都特别重要啊，人活在世间，财富、聪明、智慧、健康长寿，人人所必求的，没有人不求啊，能不能求到呢？肯定求得到。你明白道理，懂得方法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。这个话是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啊，我接受了，我欢喜依教奉行，改变了命运呢啊，彻底改过来了
啊，那么最大的收获呢，不是人间天上，这个我很清楚，人间天上福报不是真的啊，最大的收获是我明了极乐世界了，认识阿弥陀佛了。这才是第一收获。啊，心心念念就是想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就是想见阿弥陀佛。希望将来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大慈大悲，大愿大智，普度众生呐！啊，首先我们现在就要学阿弥陀佛的慈悲，就是阿弥陀佛的爱心。啊，没有一个众生不爱。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，没有不爱的，没有不关怀的，没有不照顾的，啊，全心全力去造啊。往生就是功德圆满了啊，在这个世界活一天，我们就认真修一天。啊，自己永远学谦卑，永远要修忍辱，要忍到底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都要修忍。六波罗蜜佛教一切众生叫菩萨，他自己做到了，每一条都做到了，圆圆满满了。啊，这给我们做最好的示范。啊，要修佛跟谁学？跟释迦牟尼佛学。啊，这一些基础的概念都是早年，我的是26岁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长处，如果是长处就是听话。啊，老人讲的我相信，他不会骗我，他讲的话都是真的。啊，我们一定啊要努力依教奉行。啊，所以六波罗蜜多，我们把这两个看重，从这两方面去下手，其他的就很容易成就。啊，这两个是六度里头最困难的，烦恼最重的贪嗔，布施是度兼贪的，忍辱是度嗔恚的，针对这两个烦恼来。下面一句，坚固不退。为什么能坚固不退？因为修六波罗蜜。如果没有修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很难啊。啊，这一句只
如上之大愿大行，大愿是四十八愿，大行就是六波罗蜜。那换一句话说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愿愿都通过六波罗蜜的大行，他的愿行圆满了。决定不移，永不退转。不移是不改变的，永不退转的。如偈云：“我心决定坚固力，为佛甚之能证之。纵使身之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，是坚固不退矣。”这四句偈是佛说的，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偈子里面，我是法藏菩萨，佛是他的老师，世间自在王佛。求老师给他做证明。时身止住苦中，这里头两个意思。第一个，没有遇佛之前，生生世世所造的虚业，修行过程当中，这一切苦就是报掉了。我们常说重罪轻报，三恶道的果报就在苦行当中消掉了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待众生苦，众生造的业太重，我们这一生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，是待众生苦，这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真正如说修行的人，在一定程度上能感知，能感受到，待众生苦，如是愿心永远不退。十九愿我们就学到此地，下面第二十愿，临终戒应愿。请看经文。一心念佛，昼夜不断，临寿终时，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，今须臾间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不得誓愿不取正觉。这一愿里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做阿惟越智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一心念佛，一心一见前前，前面讲过了，
一心是专一，是精一。这里面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这才叫一心。啊，现在我们念佛，迫切需要的，就是要练这个功夫。啊，要放下万缘。啊，那么为什么许多人他放不下？原因在哪里？对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，没真的了解，没有透彻了解，所以他放不下。啊，对我有好处的，他能够施舍一点；对我没有好处的，都一毛不拔。啊，这种心态就布施，依旧是人天福报。如果人生得不到，啊，人生，我们用老祖宗的标准，无常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这五个字。不要找别人，找别人没用，自己认真去检点，去反省，这五个字我做到了没有？如果没有做到，或者做得不够，来生得不到人生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来生能不能得到人生呢？这五个字是标准。啊，仁者爱人，我有没有爱人的心？特别是苦难众生。人名即无，啊，爱人民，扩大到爱所有一切动物，爱动物，你还能吃动物的肉吗？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天被杀、被吃掉的有多少众生？啊，真正仁爱的人，还敢邪淫吗？每一天这个世界上堕胎的超过150,000人，这是什么？亲手杀儿女啊！这个罪多重，这是不仁不义呀！仁义礼智信五个字，这个标准是绝对标准呐、就是佛家的五戒。仁者不杀生，义者不偷盗，不偷盗，细一点说，就是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。对一切众生，有占别人便宜那个念头，那个叫盗心，那个不义，
啊，不淫欲是理。老祖宗讲的理，不饮酒是智，不妄语是心。五常跟五戒意思完全相同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跟这个相不相应？啊，完全相应的，这才保住人生呢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一生到人道来，说明我们前世无戒无常修得不错。啊，这一生才到人道来啊！多少人跟我们一样，前面的因。啊，也到人道来了，啊，非常可惜，他欲缘不善，啊，佛家讲因缘生法了，缘生的，不讲因的，啊，古时候这个缘生，为什么呢？特别在中国，每一家都教。啊，上一辈子人个个都懂得，所以个个都有教学的使命。啊，不是说这个小孩不是我家人，我不管他，不可能的。任何一个小孩做错、犯错、犯规了、做错事情了，啊，大人看到都会管教他。啊，不管。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啊，都要帮助他断恶修善了。在从前这个旧社会，非常普遍的风气呀。啊，我们从小就被人训过。啊，生长在农村，在哪里玩呢？都在田地上，距离家都很远的外头玩。啊。小孩吵架，啊，打架。经过路上的行人看到了，把叫过来训一顿，呵呵，小孩乖乖的听。啊，家长如果看到的时候，一点到人家道谢。你说这普遍的风气，到处都一样啊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的风气麻烦了，不但路人不敢叫我，我们干什么坏事，他不敢惹，连父母都不敢叫。这个是语言不同啊！啊，所以现在人呢，把五常丢掉了，把五戒丢掉了。来生得不到人生了，啊！所以现在有人说，鬼道、地狱道的众生腾空了，他们都出来都往生了。啊！现在世界上这些人呢，通通要去填补。到地狱啊，到鬼道去补充，啊，去填他们的位置。这个话也不无道理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实在非常难得遇到无比殊胜的缘分，啊，遇到净土，遇到阿弥陀佛。啊，而且去呢又不难。啊，想到啊，
我没有遇到佛法之前，我造了很多恶业呀，啊，无界无常全犯了，啊，不要紧。前面我们读过，造无逆施恶罪，还加上毁谤佛法的罪，只要肯认错，只要肯回头，肯忏悔，念佛，通通都能往生。阿弥陀佛不算旧账，这个太难得了啊！遇到这么一个好人呐，不管造什么重罪，只要忏悔回头，后不再造啊，弥陀都欢迎。那么今天念到这一愿，不但欢迎你到极乐世界去，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之菩萨，你看这还得了吗？啊，阿惟越之化身大士啊！那么今天我们念佛就是要学这个，怎么个念法？一心啊，对极乐世界，对阿弥陀佛，决定不怀疑，决定不夹杂啊。那么这个事情，我们会常常收到一些信息，都是关于修学的啊，提供的坐禅、参禅啊、持咒很多好方法。你见到之后动不动心？一动心，那就不是一心念阿弥陀佛了，里头又掺杂了，决定不能动心。见到其他法门，要像善财童子一样，恭敬供养。我还是学我自己的法门，没有动摇啊。善财五十三参啊，每一天接触不同的信息非常之多，他的态度恭敬，好的赞叹，不是好的不赞叹啊，供养。供养的方法很多，不一定都是财物啊，赞叹就是供养啊，礼敬就是供养啊，不学啊。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每一参都有念的礼词，念的是感恩啊，你让我学到了，我感谢你。礼是礼拜，词是不学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我还是念阿弥陀佛，我不学你这个法门，这叫词。啊，这个意字的意思含义都很深的。啊，善财童子自始至终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。啊，最后普贤十大愿王到归极乐。啊，那就是一心念佛。你看，一心念佛里头有五十三层。啊，不是不接触，接触是一心，心里头只有一个佛号。啊，那接触是什么意思呢？接触是长智慧，智慧是明了，通通明了。啊，不着就是禅定。
我样样都明了是慧，如如不动，我没有起心动念，我没有分别执着，这就是定。啊，定慧等学啊。啊，用一心念佛，我们用什么方法修定慧等学？阿弥陀佛。啊，心里头二六十种不离这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修学其他东西帮助这个世界是附带。啊，学习的时候非常认真学习，我要帮助别人得用这些方法。啊，可是自己心里面呢起心动念的全是阿弥陀佛。这叫真念佛人啊。前面这一句解释一心。一心说，指万有之实体真如，实体永恒不变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心里面放上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与这一句就相应。阿弥陀佛是实体的名号，是真如的别称，净若本经啊。现在就本经教义来说，唯一坚定之信心，不为他心所夺，为之一心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无论什么法门啊，无论是什么东西，你遇到了绝对不会改如教行信正文类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信要即是一心也，真心要是爱好是喜欢，喜欢极乐世界，爱要阿弥陀佛啊，除这个之外我全放下了，一心即是真实信心也，是故论诸经也，一心也。啊，这个论诸都是净宗祖师大德，又《探玄记三》曰，《探玄记》是贤首大师的著作，一心者心无意念，没有杂念的，这叫一心。啊，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世界有灾难，很多人在传，地球不会毁灭，说地球从三度空间转变成五度空间，说的人不止一个。啊，
在转换的时候会有三天完全的是黑天，一点光线都看不到，第四天看到一点模糊的亮光，像在大雾当中一样。大概要五六天渐渐才看到光明。我们想想应该前后七天。而且他把时间都说得那么清楚。是真是假。到那一天我们就明白了。2012年冬至。冬至那天开始。冬至那一天太阳下山以后，第二天看不到太阳，连续三天。这个三天地球在零度，这个零度我们无法想象，我也想不通零度是什么个境界。如果从数学上来讲呢，零是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是很可怕的问题，零度是空的，只是一个概念，没有实际上的这个物体，任何物体都存在。像这个佛法里面讲的常寂光，讲的自性，这三种现象都不存在。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，那如果说是零度空间这个现象是佛讲的这个自性，那我们不全都成佛了吗？回归自性就是成佛了，那妙就果位了，那我们都不必修了，到那个时候全成佛了。这个套佛经上一句话说，世事不然，不是这样的。科学跟佛法还是有距离的。那么科学家给我们的信息说，人在这个时候会很多人死亡。我想为什么原因死亡？被吓死的。他告诉我，只有吃素的人，心地善良的人，有爱心的人，在这个环境当中没有恐怖，没有忧虑，没有恐怖，不过要待三天三夜天才会亮，不是永远不会亮，叫三天三夜。这三天三夜他人多半在睡眠状态，就像冬眠一样，人很难站起来，站起来头昏，地球摇晃很厉害，不容易站起来。所以有人的时候要预备粮食，不是没用处，不需要。到了时候你也不会感觉到一饥饿。你明了这个事就睡大觉就是了。一直睡到天亮就起来。不过这一觉睡的时间很长。
啊，要睡三天三夜。念佛的人心地最善良，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了。现在就要干起，啊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想什么都是假的，啊，想就想阿弥陀佛，念就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从今天起就干这种事情。啊，真放下。止观第四卷书，一心者修此法时，一心专志，心不愚也。科学家教给我应用啊，念力啊，我们怎样去用念力？现在知道念力这个能量非常大，怎么样去利用它？这最重要的，要一心专注，跟这个地方一心专志是一个意思啊，一心专注。注就是注意啊，专注在阿弥陀佛心里头，专意阿弥陀佛，意念阿弥陀佛。所以阿弥陀佛我们要找一个标准的佛像，佛像是表法的，啊，你喜欢的佛像，你常常供奉的佛像，不要改变，你心可以专注，啊，个人喜爱不一样，没关系。你喜欢哪一尊，你就专注这一尊，常常想这一尊。啊，将来往生的时候，你看到来迎接你的佛像，就跟你平常专注的佛像是一样的。所以你认识他，你不会把他看错。戒淫时候你看到的，啊，你坐上了莲花，这个莲花是你自己念的。我们发心念佛，发心求生净土，切保持，就有一朵花生出来，极乐世界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，只有莲池里头莲花是例外的，它有生有灭。念佛的时候花就生了，不念了，改学别的法门了，这花就死了，枯死了。啊，你一直念，花就念得越念越大，啊，越念越好看。你往生的时候，佛就拿这朵花去接引你，花是自己念成的，啊，全是自作自受啊，花不是阿弥陀佛变的，啊，花是自己变的。啊，这是在极乐世界
唯一能看到有生灭的就是七宝池的莲花。啊，看到一朵花长出来了，花苞长出来了，大家都欢喜，哎，又有一个人要到极乐世界来了。啊，过几天看到这个花苞是枯死了，哎，他又不想来了。啊，改变主意的时候，他就这个花苞就谢了。啊，这个缘我们要知道啊。那我们今天唯一的一桩事情应该做的，就是希望这个花了。越长越大，花光色越来越好，全靠念佛功夫。这是定因，还有助缘。助缘呢，就是说你帮助一切众生认识净宗法门，认识阿弥陀佛，求愿往生净土。哦，这个会把你的莲花了，哎，放大，啊，你的莲花越来越殊胜。啊，那么这样的事情要多做啊。下面我们再往下面看，又一心有四理二种，无余念为四之一心，入摄相呢为理之一心，今一心念我摄见四理啊，理事都有啊。没有杂念，这是四一心。啊，四一心很难做到，是放不下了。明了事实真相，可以帮助我们放下。啊，理帮助事，理帮事断了杂念了。这个一心念佛又帮助理，啊，帮助理是正实相。什么叫真实相？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完全断掉了，这真实相。啊，这在《华严经》是什么样的果位呢？给诸位说，最低的果位，语言叫初住。初住菩萨叫发心住，发心，发菩提心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十法界里面的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都没有发菩提心。这发菩提心不容易，菩提心一发，是菩萨。是大乘，不是小乘。你看，《大乘起心论》，马明菩萨说的，
那就是发菩提心了。大乘起心论的境界是什么人的境界？圆教初住以上，41位化身大士的境界。他们对于宇宙的缘起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是什么？诸法实相啊！所以是四一心容易，离一心难啊！四一心。是必须要修的，离业心里面的解门，帮助我们得事业心。得事业心之后，回过头来帮助正得利益心。那我这个解门就很重要了。我们这些年来对于解下了功夫，确实知道一切法空无我，无我所，大乘教里面受这些熏习很久了，现在的问题呢，我们没有实际上去做，如果实际上去做，真放下了，是放下，真放下了，好啊，真放下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。不在同居土同居土是没放下了，真的是待业往生啊！如果真的理业心不乱，因为真的事业心之后，这个理是通达明了。所以切入理业心的境界不难啊。这个也是善导大师所说的语言不同。语言可以顿悟啊。刹那之间可以超越，这不是假的。以往这些祖师大德修行，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记载，所谓缘，最殊胜的缘就是读经，不读经的人没有缘，读经的时候的信解这问题没有。放下身心世界，就是四一心嘛。彻底明了事实真相，它就是理一心了。我们只要在经教、在功夫上、
其而不舍，功夫是念佛，念佛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把杂念念掉，把疑惑念掉，目的在此地。啊，真正断惑了，真相就现前。啊，断惑真正，那就是离业心，跟禅宗的明心见性、教下的大开圆解完全相同。啊，回归自信。自心里头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统统显现。我们接着看下文，但身心切愿称念名号，即是一心念佛。啊，身心真相信，决定不怀疑。欧耶大师晚年啊，他自己跟自己起了个别号，叫西游道人，西方的西，西方。啊，说明西方真有啊，西游道人。啊，两个有，从弥陀经上来的，有极乐世界。有阿弥陀佛，啊，用这两个有啊，做自己的别号，西方真有，用名号戒引众生呐，用名号普度众生呐。如善导大师曰：“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行住坐卧，不问时节久远，念念不舍。世间一心念佛，盖从事若离，且四种具体事理。”啊，念到离一心，就大彻大悟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境界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境界，完全相同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自己很清楚，很明了，佛见到了，佛国土见到了。过去诸佛见到了，未来的诸佛也见到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时间空间没有了，
啊，好像我们看电影那个胶卷一样，我们看到电影的这一卷片子了，它前后全在里头。啊，而不是在屏幕上看了一张一张的动画。啊，我们看到实际的东西全看到了，非常奇妙啊！然后你就证明，现在科学家讲的，啊，这一些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此界他方，通通纠缠在一起。啊，他们发现这个现象，你完全看到了，是纠缠在一起，但是它一点都不乱，妙绝了。啊，而且怎么样呢？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事物，都是一种幻想。佛经上用的四个字描绘，描绘的正好，叫非有非无。你不能说它没有，它确实有幻想，你又不能说是有，这幻想确实不存在，没有自体。啊，这个是无法形容，无法想象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概念。啊，一切法，任何一法，无不如是啊。啊，常作如是观呐、啊，这个法的特质，是毕竟空不可得。那么这种现象，你可以欣赏，不能占有。不能控制啊！与一切万事万物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你就得大自在呀、啊，跟烦恼啊，跟造业、啊、永远告别了啊！烦恼造业还不就是因为占有？要控制它，要占有它，都从这儿生出来的呀。这个是假的，能占有得到吗？占有不到，能控制到，控制不到。所以事情就在眼前。啊，晚上躺在床上睡觉，睡着了，谁是这？什么是你的？你身体都不是的。啊，睡熟了，人把身体抬走了，你不晓得，没有一样是自己的，这个要清楚啊！哎，你细细去观察的时候，就在眼前，不是远呐、啊，啊，全是假的，为什么造业？业也是假的，所以你有执着，业就变成真，就变成。死了，魂魄还痛苦，为什么？业缠身嘛，啊，都是那个念头。啊，知道全是假的，一切过眼云烟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然后才知道没有一样不好。
啊，你用清净心、平等心去看。啊，绝对不可以有控制、有占有，不能用这种心，这种心就造业。啊，那凡夫，没有控制、没有占有是佛菩萨，所以对一切万法平等、清净平等觉心现前呐、啊，这是真心呐、啊，这叫业心。善导大师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好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远，时间长短没关系，念念不舍啊，这样就好。我们看底下一段，以上第十九愿是因，第二十愿呢，则是其果也。十九愿是发菩提心啊。若人如第九愿发心念佛，在临寿终时，弥陀与极乐世界诸菩萨等前来接引，现其人前，仅须臾间，啊，须臾间很短的时间，这个人就到极乐世界，就做阿惟越之菩萨。这果啊，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阿弥陀佛，没话说，当然有缘。我天天念他，这就是缘的。我天天想他，就是缘呢。他当然要来。跟阿弥陀佛那些诸菩萨人，我没想他，我也没念他。哎，他也一起都来了。这什么原因呢？有缘，不是没有缘。过去生中跟我有缘的这些人，他们已经往生了，早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缘才成熟，所以到那里去来接引你的人，你通通都认识，这是哪一生的什么人，哪一生的什么人。啊，有恩的有怨的都来了，啊，这个恩怨都没有了，现在都是一家人了。啊，什么样的结全解开了，所以到极乐世界可热闹了，不会孤独啊。啊，过去生中亲朋好友的时候，他们都已经成就了，全来了，啊，都来帮助我们，啊，都来提升我。所以极乐世界修行容易，修行快速，有这么多有关系的人帮忙，啊，没有关系，过两天都也都熟了。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做阿惟越致菩萨，你就有能力像法身菩萨一样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有缘的众生天天给信息给你。你每天收到是大量信息，
从十方世界来的。啊，他们起心动念，发信息。他们身体每一个细胞也在发信息。起心动念是他的思想，你完全知道。身体细胞发信息，他身体状况健康不健康你也完全知道。那对他的身心两方面清楚明了啊。他需要帮忙你就去帮忙了。啊，这个帮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加持啊。世俗人讲的保佑啊。真来了。于是我们就能知道，每一个众生生生世世语言不同啊，啊，极乐世界这些菩萨跟佛关注我们。念念不舍，他的加持也如是啊。为什么我们修学还这么困难？啊，我很想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为什么有这么多杂念？这就是大乘教佛所说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这个力量是相等的。啊，心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说的意念的念头。啊，佛是已经觉悟的，众生是在迷的，这三个力量是相等的，看我们怎么集合。如果我们把念头、意念跟众生集合，这个麻烦就很大。佛那一股力量敌不过两股。如果我们把我们这个意念跟佛力量结合，这个力量很大，众生那个力量敌不过。这就看我们自己怎么用了。学佛的人多，不是真学佛，为什么呢？他把力量还跟众生结合，他不跟佛结合。问题在这里啊，他要跟佛结合，跟佛联盟了，众生力量就衰弱了，问题就好解决。佛的力量就在我们周边，我们不肯跟他结合。谁错了？自己错了，佛没错，众生也没错。关键是我们自己。啊，怎样跟佛结合在一起呢？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就跟佛结盟了，结成一体了。啊，这个力量啊，才能够敌过业力。啊，我们的烦恼业力也敌不过这个力量。
我自己现在的念力跟佛力，所以前面讲的好啊，无逆受。善导大师又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，包括回谤佛法，只要你一回头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回谤了，我赞叹佛法，我学习佛法，我拥护佛法，通通能往生。这话可以相信啊，有理论做依据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做再重罪业的众生，我们要问他，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是不是佛？佛没有说造极重罪业的时候这个人不是在外，没有说这个话，那他也在其中吗？他本来是佛吗？不过一时糊涂干错事情，他现在一念觉悟，一念回头了，那他不就是佛吗？这哪有问题呢？所以阿弥陀佛大开方便之门，是在讲的法而如是。那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我们这才体会到佛法慈悲为本，方便什么真的一点都不错，丝毫勉强都没有。所以十九愿发心，发菩提心，十八愿一向专念，第二十愿的时候，临终戒引，经虚语间，虚语间很短暂的时间。念老在此地，他很用心，查得很清楚。居大寂静，即静止48分钟。我们现在48分钟，就是我请，彼人皆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念佛的人，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阿弥陀佛与诸菩萨等众，这就是说叙事有缘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游在同居土，游在方便土，游在十宝土，都来了都来接引了现其人前这个人生到极乐世界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做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是不退转，圆满正德三中不退，
啊，第一种位不退，他是圣人，不会再退堕到凡夫，叫位不退。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证得位不退的是阿罗汉。第二呢，行不退，大乘菩萨啊，阿罗汉行愿还不深，遇到难度的众生，他就退行。啊，众生太难度了，不度了，还是当小乘好。啊，大乘菩萨不怕，越是难度啊，他越要度。第三种是念不退，这是法身菩萨。就是阿惟越之菩萨，念念不离娑婆若海。娑婆若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一切种智，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，念念不退。啊，阿惟越致菩萨这三种不退，十宝图的菩萨，这句话是告诉我们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去往生，确实是有三杯酒品，极乐世界有，但是呢，到极乐世界，你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、享受，跟法身菩萨平等，这个太难得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报？这个福报是阿弥陀佛给的，不是自己修成的。啊，就好像一个小王子，投胎投到国王家里，生下来就他做太子，啊，他就得到了，啊，他不费功夫，啊，那些费功夫是国王已经把他补好了。已经修好了，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也如是，啊，要记住前面所说的，阿弥陀佛在因地发四十八愿无界修行，四十八愿无界修行的成就，加持给一切往生的这些人，所以他们得到这个加持，就是得到了法身菩萨的待遇。啊，不但得到物质上的待遇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都跟法身菩萨没有两样。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稀有，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，只有他有啊。啊，
这以上卦谱里的说，以上为第二十愿，临终戒言曰：身显果教，他力不可思议之方便妙用。这说极乐世界深深的显示处，弥陀如来的果教啊，他不是叫你修因呢、没有叫你修六度啊，还修因呢、没有啊。阿弥陀佛把他的成果给你了，啊，等于说种树一样，他那个果熟了，到那里去就有的吃了，不是叫你到那里栽树啊，啊，到那里就享受他的成果。设方诸佛如来接引你去的，都是叫你先种树，慢慢你才有收成。西方极乐世界跟别的不同的，他那些树都种好了，果实都结好了，你一去就请你吃果实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我们从这个上你就能想通了，极乐世界跟他方世界不一样。啊，他方世界种树还要等一段时期才有果实吃，啊，极乐世界一到就有。不可思议的方便妙用，巨富凡夫能带祸往生者，这个富是烦恼，啊，烦恼像绳索把我们捆起来动弹不得，这举这种比喻啊，凡夫啊，啊，或是迷惑，执贪嗔痴慢疑，啊，造作的是执杀盗淫妄，这造的这些业。这个里头还加上毁谤三宝，啊，实际上社会大众毁谤三宝的罪很重，但是出家人所造的罪业比他们更重。他们为什么毁谤三宝？出家人做得不好啊，让人毁谤啊。出家人没有真的学佛，真学佛那就是社会最好的榜样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赞叹？有没有毁谤的呢？有。哪些人呢？嫉妒毁谤的。啊，因为释迦佛受到大众的尊敬，受到大众的礼拜供养。啊，一些人看到嫉妒。啊，所以造谣生死。啊，造毁谤的业。啊，佛有没有责怪他呢？绝对没有。我们知道，法身大师以上，这些人应化在世间，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的道理。啊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
那个心是清净平等心啊。你赞叹他，他不会欢喜；你毁谤他，他不会怨恨。啊，全没有放在心上啊！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我们要学。啊，七情五欲不放在心上，啊，表现在外面。应该要学弥勒菩萨，满面笑容，欢欢喜喜，问什么都好，行善好，造业也好，升天堂很好，堕地狱也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六道里头，天堂地狱全是消业障的。你修的福报到天堂去消福报啊，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福报，没有善恶，要回归自信，善恶全要消掉啊。所以到天堂去消福报好啊，啊，到地狱去消罪报恶报好啊，消掉才能够做佛啊，不消掉怎么能成佛呢？啊，没有一样不好吗？天堂跟地狱平等的，啊，全是消业的，啊，所以佛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别造业。这个别造业怎么个造法？怎么个修法呢？就是别放在心上，做好事别放在心上，等于没做。做坏事也别放在心上，也等于没做，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，就不造业啊。这叫什么？叫净业，造的是净业啊。你要放在心上，老是记在心上，常常念在口里头，这个麻烦大了。这个不但造业，天天在增长。我们的念头念一遍它就增长一遍，我造的善业念着这个善业，善业增长了；我造的恶业念一遍恶业又增长了。懂得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不增长阿弥陀佛呢？啊，善恶我都放下，不放在心上，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就对了。啊，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：台湾、中立啊这些地方的同修，善果林净土寺从2月中旬开始。除了每个月一次30悉念佛事之外，每一天24小时不断念佛，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啊！念佛堂的门都是开的，24小时不中断，这大概是我们地球上第一家啊，常年不间断，不间断，啊，24小时不间断，专修净业，专求往生。好啊，啊，诸位要想打精进佛起，24小时不中断，这个我要，这个建议他们。念佛念得快乐，念得自在，念得欢喜，一定要用
地贤老和尚教锅炉匠的方法啊，你累了你就休息去，休息好了赶紧回念佛堂去念啊。休息的时候呢，不要脱衣服，穿得还轻嘛，就穿得还轻睡啊，睡休息一好了立刻回到念佛堂。啊，不要不顾着这个一切啊，日夜不间断，那个不行，人身体受不了。啊，你要在那里得病，还要许多人照顾你，你不是找麻烦吗？找麻烦就过世了，啊，搞得别人也不能念佛了。啊，所以用地贤老和尚这个方法非常之好。啊，早年我在美国用这个方法教了很多人，大家喜欢。啊，在美国当时是一个星期一天。啊，发心念佛的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？啊，每天做做不到啊。啊，善果林提供这个信息，好事情。那么极乐世界往生的人都能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，完全是阿弥陀佛这一愿啊，这一愿的圆满成就啊。临终慎重现前，慈悲摄受着大力。如宋朝林芝法师所说的，凡人临终，生死无主啊，善恶业业种无不发现，或起恶念，或起邪见，或生戏念，或发常诳，恶相非一，皆名颠倒。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！啊，林芝大师告诉我们，临终的时候有一些现象，这些现象是最普通的现象，最平常的现象。神识一般人家灵魂，他没有主宰，他自己做不了主。啊，境界现前都是业力，啊，自然变现出来。啊，善恶业种这个时候发现了，因为你神识不能做主，阿赖耶识里头这些种子它就起现行啊，或起恶念，不善的念头啊，或者有邪见不正的见解啊，都会随着业报啊走了，那个亏就吃大了。啊，我呢感召这一些冤亲债主，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临命终时啊，这个将要走的人告诉旁边人，他看到某个人在门口
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在医院里面说常常有这种事情啊，或者看到无常大鬼啊，看到一些家亲眷属都是他认识的人，都是已经走了的人啊，是不是这些人来的人？不是的，这地藏经讲得很清楚，是他的冤亲债主变现他的亲戚来接引他，带他走，跟他算账啊，来报复他的啊，不是真的。这怎么会知道呢？只有念佛的人才晓得啊，还有的邪见，看到佛菩萨来接引他了，不是阿弥陀佛，也不是观音菩萨啊，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了，药师佛来了啊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也是冒充的啊。懂得佛法的人在旁边听到他讲这句话，立刻就要告诉他，不是阿弥陀佛，决定不能跟他去，就提醒他这句话啊，这都是冤亲债主做这个事情骗他走。这些冤债主骗他的家亲眷属，骗不是本尊护法神一般不干涉啊，如果视线本尊是决定不允许的啊。你每天念阿弥陀佛，妖魔鬼怪不能变阿弥陀佛啊，不能变观世音菩萨，这本尊啊，护法神不答应的啊，变其他都可以来骗你，那你愿意上当吗？那没话说吗？啊，所以临终一定要好好的看着去，所有境界现前都不要理他，老实念佛啊，只要一念佛，这个境界就不见了啊，老实念佛，决定不许可啊，这个不好的境界现前或者信念这个麻烦舍不得离开啊，有人信念亲情眷属舍不得离开，有人舍不得离开财产啊，他居住的房屋，他还有田地，有这个东西啊，舍不得离开这些，这个都是找麻烦的啊，或者是癫狂发狂啊，胡乱说话，那这个多半是冤亲债主附身啊，胡言乱语，叫恶相非也了。临走的这个相很复杂，很多，多半都是不善的啊，通通叫颠倒。弥陀经上讲，往生的时候最重要的，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啊，那这决定往生一心不乱是功夫，心不颠倒是福报，就是没有这些现象，福报啊，人一生修福啊，别想掉啊，留到临命终时想啊，临命终是走的时候好走，一点这些恶相都没有啊，佛要留在这个手相。
说可见呢，凡夫业重，临终之际更多颠倒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啊，我有一个同班同学，啊，胡一贯先生的儿子。抗战期间，我们在一个学校念书，同班。以后，他在台湾荣民总医院住院组的组长，那住院都找他。他告诉我，无常大规真的一点不假。我们的医生护士常常看见，啊，只要看见这个病房，哎，有无常大鬼经过的时候，他说这个病人不出三天再走，啊，所以护士、医生都相信啊。啊，我学佛了，他就跟我学佛。这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当中，相信鬼神的是，相信佛的就他一个。啊，这就是他见到过。他要没有见到过，他半信半疑，他真见到过。啊，佛以四大苦逼，痛不可言，何能正念持名？你看这个问题讲的多严重。在这个时候，四大是灵魂离开身体，非常痛苦。佛经上比喻叫生龟脱壳，啊，活的乌龟把它的壳拔下来，人神识离开身体就那么痛苦，啊，离开身体非常痛苦，痛不可言。这个时候，你怎么能够正念？啊，还能提的这一句佛号？所以临终有福，福报大，平常这些都能放得下，对自己身体也看得很淡，不要看得很重，走的时候容易，啊，可以避免这些痛苦，啊，佛号能提得起来，能提起佛号决定往生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